苏小鱼啊，石蛤要怎样蒸好吃？做一个要用鸭蒸嘛，系嘛那个啊，我要条啦。那个是什么？笋壳是吧？啊，那个是笋壳啊。笋壳鱼啊，炒辣子，攞一茄啦。就是海瓜子吧，海瓜子辣辣炒辣子，辣子啊，半茄白雀啦，黄山啦啊，就是滇鳗鱼，不怕这个黄山鱼，黄山跟鳗鱼是一样的，一样啊，要讲到啊，可是我是华语就讲鳗鱼啊，黄山之前我广东话讲的黄鳍，注意，这边便宜有45块一个给咯。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 Grace Wang， 我是刘星瑜，我们现在来这个龙门海鲜餐厅，在董公公的，我们来，这是朋友的店，我们来逛逛。你认得那个吗？认得，小时候我还是小屁孩，不是小逼嘎的时候，还在那边跑来跑去。哎，这个又是跳嘎达三舞的，你要来表演一下来。表演。怎样跳啊？哦，他是跳嘎达山舞，我才发现到哦，他是这样啊！不要妄想我跳，我会帮你放音乐的，不会的。这里这地方就叫做东宫岸，东宫岸这里大多数的人都是嘎达山人跟独孙人啊，所以这边的人大多数呢都是吃猪肉的，回教徒会比较少。前面那栋楼是哎。美加龙来的，对，那边就是美加龙，然后那边有一个图书馆，很大的图书馆啊，所以我上次经过美加龙，我就讲这么这里这样、就是啊、这样眼熟，就是因为这样啊。哎，那边也是有新苏兰省弄面哇，哇、wow, ，看到啊 ，KFC， 这边的店全部都很早关门哦。哎，他知道你过来要跳舞，是啊，来我们去看。Peter Majondi 两个。谁来的？他是在东宫岸一个英雄人物来的。哦，我记得那边有一个牛炸的哦。刚才我有看到。最尾那边有一间。这种老店，看一下。行，玩具。去看看后面，这种是老店。哎，怎么那个狗 ？Gobi， 哇哦 ，Gobi，Tango， 有点像 Tango，Tango，Gobi，Tango， 雅比地加生肉面啊？哪里啊？哎，哎，原来这里有啊，多拉牛叉在这里哦。哦，这一间来兴哦，对对对，这个来兴是卖。牛炸的也是很出名的哈，干捞，我记得了了。哎，他们的档口现在也是 upgrade 到这么美了，原来。我没有注意过这里有这么复古的街道、哦。怎么这里有个这样的舞台的？我们以前好像没有的。看那个招牌，感觉很旧了哦。但是我印象中好像没有来过这店呢。你问他开多久的？还有西部。西部的面，这是白天，现在没有，看一下，那是黄酒吧，应该。一度离兴啊，老八十度哦，哦，是黄酒来的，我想喝黄酒鸡。不是，那芒果，芒果，一度八百安的大概。八百安。啊。啊，这样。哦，不干，阿达木新不念啦。哦。不难读就啦，我得一个读念不念木新噶。哦。哦哦哦 ，OK OK， 打蜡本的大我干。哦 ，OK。嗯，老板娘讲7月份，哦哦 ，OK，Thank you。那个叫金华咯，这里是龙门咯，以前是没有棚的哦，这边。空心菜，
这个是虾，这个是叫做什么？白灼虾，白灼虾。这个鱼是石甲鱼，娘惹真石甲鱼。这个白灼虾呢，主要就是吃它的鲜甜的味道，就是水煮，然后有放一点酒那种的，是吧？白米酒。啊，白米酒，就是新鲜游泳的虾才好吃的。这个叫做什么啊？辣子。辣子。辣辣。有点像姜蓉蒸。是有很多姜跟蒜蓉。嗯。这香茅大。不会辣啦。不会啦，甜点。哦。因为很开胃样子。开胃啦，不会油腻那种。不会，绝对不会，绝对不会。OK， 好吃啊。你吃的话不错。麦。这个是海瓜子啊，也叫做喇喇。啊，这个比较，这个真的是要稍微大颗一点的比较好吃，比较有肉，因为本身的它本身的肉比较小的，所以你要选择比较大颗一点。嗯，这个带甜甜这样子的。哦，因为辣子嘛。还有放那个啊，切粒蒜辣椒酱。哦。辣椒酱去炒。开胃的啦。啊，红辣椒。啊，洋葱，这个也是很开胃，小辣椒也是有的。哦，很开胃啊。吃这个牛肉蒸，不算好吃的。嗯。很开胃啊。好吃啊。它不会油油，不同的风味。不同的。这个很感觉很健康。嗯哼。这我都讲一定要吃饭。算了，没有饭都不行。老饭吃太爽。这个是虾，来放这个好吃的那个虾，虾加那个蒜蓉酱去，很好吃的那虾。我要试一粒辣辣。喵，喵，还有来问有没有东西给我吃。这个叫做宫保黄鳝，新鲜的黄鳝炒的，试一口。长这样的啊？哇，它已经炒到它的边边是有点脆脆的了。哦，它是炸过再烤炒的嘛？哦，难怪。它先过油炸了之后再炒。它是又软又有弹性的鱼肉，好吃吗？好吃啊，我喜欢那个。好吃啊。你吃一口看，我很推荐呢，就是因为这是我第一次吃这个，第一次吃，我第一次吃哦，也是第一次吃，我爱吃这个，好吃啊，真的好吃，好吃哪好吃？不是在这边的附近的豆沫厂也是有卖的，就是啦，如果可以按右上角看回我的影片，有豆沫厂有卖的，我上次在那个东安豆沫那边有拍过的这个，宫保黄鳝。这个是烧鸭，龙门的烧鸭也是不错，人家卖很多年了咯。烧鸭，鸭下庄，真肥哦，是鸭油香，靠近尾巴那边比较咸，一定要配饭，好吃啊，烧鸭 ，OK 啊 ，OK 啦，好。这个影片就到这里了，拜拜。订阅啊，订阅不用钱。拜拜。